If it be your will that I speak no more, and my voice be still as it was before, I will speak no more, I shall abide. 芭蕾舞，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它让我对人生在你痛苦的时候也充满了希望。If it be your will that there is a voice. 我是方中静，我从上海来，然后我在美国芭蕾舞剧院跳舞。从小就非常向往就是 ABT 这样一个舞团，所以有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，我就当时就是一往反顾的选择了 ABT。 但是我刚来的那个五年里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，从家到舞团，然后从舞团到剧院，然后从剧院再到家，没有许多在外面的 social life。我其实到纽约没有休息过。在排练的一个过程中受了一个脚伤，然后受了伤以后医生说我两根筋撕裂，所以就是要有可能不能再跳舞了。而且当时就说马上就要做手术，所以做完手术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去跳。因为你芭蕾就是你的生命嘛，然后你在那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因素没有了，你就一下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家人一直非常支持我，然后在我受伤那段时候，就是我妈妈她来了三个月就陪我，帮我做饭，然后整理家务啊各方面，所以那个三个月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，然后给了我一种鼓舞，就是我是会好起来的。从受伤回来以后，我学会怎么样去放松自己，所以我会给自己every weekend 我会给自己一到两天的休假，就给自己就是思想上的一个放松，对职业舞者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芭蕾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艺术，我现在是用这个艺术语言来跟观众讲话的。在国内好像我发现就是到28、29岁就开始要转行，然后我是在国外跳了以后发现30岁很多演员才是刚刚开始在事业上，就是30到40岁就是你的黄金时间，就是你在你最高峰的时间。在20岁左右的时候你是比较以技术技巧为主，但到了30岁以后因为你有一定的人生经历，用心去感受就是每一个经历，
痛的也好，开心的也好，就是用心去感受，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更丰富。才开始懂得什么是跳舞，才开始懂得什么是表现艺术，表现人生，表现不同的角色，所以我现在觉得刚刚开始我的一个艺术生涯。